是那六十万。我做个梦，我觉得这梦很恐怖，我需要有人能够给我帮助。我们是您的臣，这是真的，但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还是不能帮助大王您解困。什么？听说有一个人很聪明，他名叫班伊林，或许这个人能够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。我就是丹尼利，不要怀疑，我会尽力来帮助你，因为那是上帝给我的能力。他就是丹尼利，不要怀疑，每当他看到上帝时，他就会不知不觉变得很开心。没错，但以理能够解释国王的梦，这使得国王非常高兴。但以理，你帮助了我，我真是谢谢你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在我身旁帮忙我做我的大丞相。对但以理来说，这是个好消息。